第一节课，我要讲的题目吼，叫做创意的思考甲自然的制度。Creative thinking 就是讲你即卖想法，搁咧进行当中。啊，这是开展 subject system， 就是讲你袂使讲你一直想，啊，你拢无要做啥物，你爱提出你的方案出来，提案出来，看有较好的方法，会使治理好咱台湾。啊，我要讲的吼，总共有三个部分。我第一节课吼，主要我要来讲这个思考啊，甲这个创意啊，甲这个提案，我就是大概甲大家讲一个好一个概念。吼，拜你也要去吼，去分发一个课，要做人的主管吼，政务官啦。啊，你就是头脑想，你要安那去甲这个你的思考吼，啊，你的创意甲你的提案。政策拿出菜肴，端出菜肴，对咱台湾人有好的这个政策，你要有一个概念。啊，第二节课吼，我就要讲这有关吼，这个大家复习吼，这几天大家上的吼，这个法律啊，个日本天皇安那治理因日本甲咱台湾吼，啊，我阁讲你要做主管，你爱有啥物态度？吼，到第二节课，第一节课甲第二节课是无同的吼。啊，中间吼，歹势我因为时间有限，吼，就是讲你中间，也是讲要去休困一下，也是讲要去便所吼，你个自由啦吼。啊，但是我会刷咧讲吼，我今日你要大家讲一个你要安那思考的方法。当然，我要提出这个生物论是虾米嘛？大家拢知影达尔文是虾米意思对不？达尔文就是物竞天择嘛。你赶快大家拢是基因咯，赶快一个基因嘛对不？赶快大家拢。应该是讲一种动物内面，吼，一种生物内面有无同款的基因嘛？啊，上强的、上厉害的啦，对不？上优秀的啊，留落来对不？啊，你这个吼，啊，食袂到顶悬食的肉啊，是毋是这个基因拢都爱死？吼，这个红棍无够长嘛？啊，红棍长的人拢是优秀的基因对不？对不？嘿，啊，甲咱。加一群对不？是咪嘛是优秀的基因？知影咱台湾这个国际地位，这个法律对不？那么按安尼秩序呢？好、哦、啊，咱个把这个很好的讯息吼、哦，你带给一寡台湾人个无了解的人，啊，咱讲会通的人，咱尽量讲，啊，尽量甲咱排斥的吼、哦，就排斥的人吼、哦，咱就是到这安尼啦，免甲因相争安尼吼，浪费时间，阁浪费力吼，就是阁要甲讲，大家讲。哎、欸，啊，什么叫做史金纳这个生物论哦？这个意思是讲吼、哦，我比一个这个分教的例啦吼、哦，这个分教吼、哦，这红棍无够长啦，袂当食落这个食物对无？啊，是毋爱像迄个麒麟鹿安尼死去？哦，人咱无法讲哦，食好一个物件吼，互伊当好解卡，吼、哦，伊就想讲，伊来来回回行半公，我讲到底我哪会使食落这个？一心嘛袂当背到遐去甲加对无？有讲啊，正有一个这个钟啊夹，就是保利龙做的钟啊夹。你想来想去，哎、欸，伊就利用这个钟啊夹，吼，啊夹掰掰掰掰到迄个相当的位置，卡起来哇，都夹到啊。这意思是啥物意思？是讲你有遮侪方法，但是你就是遮侪方法，是毋是？伊拄啊开始在当咩？啊，数来数去，啊想来想去，啊我要用啥物方法较好？但是一旦一想到，伊就提出一个方法来解决啦。那阿伯吼，相当同款这种的方式吼，这种的问题吼，伊就头一届就用这种方法，即个以前想看想过去的，提出上好的方法，后一次碰到同款的困难，你就提这种方法，吼，这是一个理，佮另外一个理论。那这个理论的意思就讲，在咱的脑筋当中，吼，已经有一种神经的回路，神经的回路吼。布置在咱的脑筋内面。然后你若讲你碰到一个吼困难，还是碰到立即性的迄个问题，你要马上提出来，你要反映出来。譬如讲在你的脑筋呢，吼，你对讲啊，这个对面的车要过来对无？形容要甲你撞到，要甲你弄到，你是毋是马上就安尼，紧生物的反应都紧动掉的对无？吼，啊，若讲碰到烧对无？吼，电锅啊，是虾米烧无？啊！手马上就讲去，紧救你来对无？伊这个意思是讲哦，咱经过咱的学习、练习，互家己，甲找这种的回路，
你知影我意思无？就叫你登路，马上危险命，就马上要处理的。你去训练家己有这个方法，你就马上会来做反应。这个是这个理论吼，我安尼比喻大家才会清楚。这个更高格调了啦吼。伊的意思讲吼，这个迄、那个格雷高利伊的理论是讲吼，本来咱的大脑就是限制伫遮，经过咱吼会晓日语，啊个会晓英语，可能个你也德语，吼，啊个咱基本上咱家己迄、那个语言对无？安尼是毋是你学的物件愈来愈大，吼、哦，愈来愈快，愈来愈多？你不断的个练习，啊，就变你家己的，形成你的经验甲你的知识，对无？啊，你若去遇到困难，还是迄个环境，你就会使加 so easy 的，加容易的，去甲适应，对无？啊，适应完了后咧，嘿，你可以再改变因的迄个环境，你有提出最创意的物件。这个树立这个大脑本来是限制你吃的，但是你学这么多的东西，哇，就扩大起来了。所以不断的练习学习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吃饱睡睡也吃，既然你来吃，对吧？台湾民政府学这么多好的东西，拜托先把新台湾论不要当作枕头了，咱好吃吃吃翻得清楚，会看得清楚了解哦，你从你的迄、那个年代啊，法律，佮加强你的地图，安那，你甲迄、那个，家己做一个迄、那个归纳一个，画一个图一个，画一个表一个，哎、欸，咱就吸收遮侪法律，啊你，你啊法律，哦，你脑筋就迄、那个放大智慧就同款，愈来愈深，你的目睭你的眼界就愈来愈广，对不？啊，咱看的事物就无同。绝对袂使叫限制，甲一个讲，迄、那个国民党啊，即、這个中华民国，你去限制，即、這个小小的一个迄、那个束缚内面，互你袂使偷窥，你变戆戆安尼啦。吼、哦，媒体啊，甲你钳制啦，吼、哦，啊，即、這个教育甲历史拢变假，所以恁爱较清楚的吼。安、哦、尼大脑运作的五部曲，你家己去看嘛。我即卖咧讲互恁听，你是毋是咧吸收？吸收好，你感觉好的物件。来存下你的大脑的，吼、哦、啊归纳以后啊分析以后，哎、欸，你卖那个控制出来，讲啊那讲了别人听，我嘛是经过安尼，我今嘛讲给恁听，我来做一个迄、那个研究，吼、哦、归纳啊，甲这个甲一条一条，甲你做出这个 slide 出来，给大家看，用给大家思考的，吼、哦、维度的方法，给大家我表达出来，就是恁咱大脑拢有这种功能。啊！你爱甲发挥出来，对不？啊，无咱个大脑底，咱今要创啥，都是爱甲用出来，对不？啊，这个是这个左脑右脑嘛？啊，这个右脑吼，可能甲创意、甲感情的、甲空间的啦。啊，这个吼是讲甲理性的、语文的，吼，还是讲甲数理方面的。你要了解你属于倒一边，我今嘛要让大家了解你家己，所以我要讲你是左脑还右脑。啊，有的人讲我两边拢好，安尼上好啊！你也是开发两边对哦。啊，哪讲一边，哎、欸，你可以开发另外一边，哎，艺术。啊，咱左右手一控制迄个左右大脑也嘛无同款吼。我本来讲，你的思考，你这是正向思考还是负向思考？我要讲正向思考，伊分别的物件，化学传递物质是无同的，负向思考嘛无同的。你要讲你无好家己，有正向思考，往好的方面去想，你不会有好的 idea， 你嘛不会有提出什么方案，你更不会有好的政策。当然，咱要提出政策，那有思考一定有一些负向的哦。讲讲咱提出来方案是唔对的，但是咱个是正常的、健康的、啊个积极的，迄种来要改变吼、哦，啊要变化，有需要改良哦。一种想法，但是不是完全的负向思考。你要负向思考的，悲观的人哦，一定得了忧郁症嘛。我要甲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的经历啊，因为我是在医院上班啊，我有认识几个有精神病患的患者嘛。其实哦，你外口看不出来，但是当伊跟你讲话，还是伊要处理代志，你就感觉有叮当，吼、哦。
啊，我拢甲当作是好朋友，我拢甲鼓励啦。我就我有一寡迄、那个，因为因你安尼熟悉啦，因为发油啊，啊熟悉，啊嘛讲精神病患伫阮的即个科里内面做迄个清洁人员，啊那有熟悉。我甲讲大家讲的一个经验，我感觉今日岛的人为虾米，即、這个精神病患吼、喔，拢下探年纪，就是讲愈来愈少年。譬如讲，我昨昏吼在发油啊，即、這个。这个柜台哦，远看到一个哦，这烟斗的查某囡仔，哦，当咧个欣赏当中，伊的初婚到啊，我都伊来排队，我一看啊，嗨啊，伊个精神分裂，我讲太可惜嘞，啊，一个好好啊人烟斗，啊嘛水水的姑娘，啊一个看啊，精神分裂，真嗨呢，咱到底是咱的体质出什么问题？用基因来说啦，咱讲有一个基因，有这个基因，那么爱预防的措施对不？但是大部分这个忧郁症吼，都是因为家庭、这个社会、教育，吼，使得这个食的这个少年人，唔知因何去何从，你知无？唔知要去躲，唔知这个世间伊要做啥，啊，就伊的家庭嘛无可以正向思考，吼，家庭教育嘛是失败。阿姨干嘛讲人生乏味嘛？啊，都会扛住梦想，想要无的。我即马继续讲，即、這个思考安那思考较好吼。这是虾米？这是一个电位，都、就是咱神经一个电位嘛。较早咱唔知影，咱就是朝九晚五嘛，啊，就一天过一天嘛，那无虾米活化的电位对不？停咧食，但是一旦吼有一个刺激的吼一个事件。或是你参加了什么活动，刺激你的大脑，把你这样 push， 你就起来了。刚才你来台湾民政府，你本来是头壳这样空空，底没什么东西，都是中华民国一套的。哦，你来台湾民政府，只把你刺激一下。这在小米讲是什么意思？这旧金山和平条约是什么意思？你就想，我要来研究，你的层次就到这。你就一直把研究变你的啊，别人都夺不去的。譬如说我现在脑筋所有的也是我的，我就站在这个制高点，别人都不能影响我。所以你来吃，我希望大家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你不要说我来吃是有带什么目的的，还是说有人要迫害，还是说你人说几句话你几天就走。你来吃，你的心情是啥？你的思想是啥？你大家你的想法，你的未来放在哪？你要坚定你的思想，你要效忠。效忠其实很忠贞的呢，不是要来吃偷东偷西呢。就讲我嘛爱一个亏安尼，我感觉我来做官话养嘞。这个态度是中国人的态度，咱绝对袂使甲伊共款。咱要做官是要做啥？你知无？要为人民来服务的呢。你的层次在人民之下，但是我不是在搞，不是民粹哦。我是说你的服务态度要跟梅克尔同样，你拿了纳税人的钱，你就要为纳税人做事，不是在为纳税人浪费钱，或是指指点点，或是批评东批评西。你要把你东西拿出来，啊，不然你要做政务官要冲啥，对不？所以你在制高点了，吼。你可以改变吗？你来台湾民政府，我的表示说你愿意改变了吗？你不天上掉下来哦，我希望台湾的政治更廉明啊，我知道，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能够更好的前途，我希望，但是你本身你无要改变啊，你内面拢在脚踏迄个歹糖苦涩的物件对无？啊，你那么希望讲嫁望过你的囝变好对无？你就是一头脑爱说改善嘛对无？啊！你无要改变，你凭啥物讲？你讲要偌好如偌好？啊！你拢无爱插政治，吼！啊！国民党、民进党在舞台湾的政治，啥物拢爱政治啦？你政策、你的福利、你的教育，拢甲政治有关系。哪会讲爱卖插政治咧？你是要家己变戆戆，互人敢从鬼牵咧行是？敢若狗互人牵咧行？啊！无即马拢是狗咧牵人啦！啊！即马就天地颠倒病嘛，人爱。拨乱反正，你知道不？就乱七八糟那种牛鬼蛇神啊！哦，摩西嘛，大玛雅嘞，我们要更清楚脑筋在装什么。你要改变，你的头脑是跟人家不一样，你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刚狼到底跟老板有啥无共？
我现在吼对阶层吼啊，甲对工作吼的这一个工人跟老板吼这个等级吼，我没有什么意见，我也没有什么那个歧见。但是我要甲大家讲，为什么工人一直做工人，老板一直做老板？啊，这企业啊，这工人讲我那一直给我做工人，那无给我机会，啊，就咧搞这个迄个老板嘛。啊！老板讲我话你教好，来，我话你知影为虾米你改当做工人？我拢咧做特算班咧趁钱诶，发薪水互你诶。讲你也有才调吼，你有 gas， 但你即马甲我拍，甲我弄一下。工人吼，混老板轮混甲要死着嘛，这是要甲拍要甲落诶呢。但是吼，伊薪水是伊发诶啊，哪会通我甲拍呢？讲无可能啦，我甲你拍，你都袂互我继续我当妈食做事啦，对无？我见你尽量甲我拍，我见。当伊要出拳要甲拍迄阵，人即老板我巧咧嘛，即间咧哦，闪心伊落去拍落壁。所以为虾米你会使做工人，你会使做老板？无共款是啥物件？都是头脑嘛。外口诶，迄边，迄个头脑，甲恁入来食诶人即阵头脑是无共诶，你知无？为啥会无共？迄是你诶脑筋，你有觉醒无？你也先觉醒嘛，对无？啊，你也无觉醒，讲你是啥物本分诶人，你有了解你家己无？你有个人，你有了解无？你要有了解家己，讲我要台湾过来愈来好，对无？毋是讲我是要为了要来赔偿领赔偿金诶，我是要来做一个官尔，对无？啊，你有即种心态，你也别早晚会出代志，因为你有学中国人迄套嘛，绝对爱甲迄中国人迄套吼放屁散。新的咱台湾人要做政务官呢，要做有良心的台湾人。甲咱迄大日本帝国迄阵，咱台湾人好的本质，紧甲找转来啦。恁阿公阿妈迄阵呢，人遐好的品质嘞，好的想法嘞，好好的迄种的人格，拢甲爱甲叫转来。为你一代爱开始，啊，无你下一代要安那会好啦？啊，学中国人贪污啊枉法，安尼就好啊，贪污枉法嘛。这啥人你知无？爱迪生，爱迪生伊发明偌济物件，你看人拢咧伊个实验室，伊唔敢呐讲，我敢有一个头脑咧想了，伊阁做哦。你看，为少年甲即个老，人拢不停的伫咧思考，不停的伫咧实验室，看看我这会使做一个对人类有帮助的无？那我即马要来讲，这是我加出来的单元。我要甲大家讲，什么叫做 thinking， 什么叫做思考？我之前应该大家，迄阵重点吼摆一个创意，但是我跟你讲，思考这个物件吼，是甲胡白乱想，还是甲这个 image 就讲一厢情愿，我希望想象什么嘛？啊，这个是 overthink， 就是讲我过分想做物件，甲这个 thinking。到底有啥无共？敢有人会使甲我讲有啥无共？即甲你讲遮清楚嘛？你若是心情，就是讲你伫解决问题。啊，你若是 overthink 吼，迄个代表你伫制造问题，你想伤多嘛？想多啊，你无一个结果啊，想拢空虚妄想，想多负向的思考太多，所以你就变成你的制造问题，制造问题就变哦，可能你忧郁症来啊。你有一些精神症状来啊，所以因的差别是啥物？你是制造问题还是解决问题？你讲你一直想讲，哦，这个人真恶极的，这人真歹，这人真可恶的，我去甲摸。最近的新闻不是讲，那手机歹，人家讲一句话，一句话，伊就啪，伊就撞击伊的自尊对无？就走去讲台。啊，你就把别人你想象中是把别人想成负向的嘛？你就做一些不对的事物嘛？你甲想讲好，伊是我的逆向复杂，伊是要我进步的。你甲转化变成迄个正向的，你敢袂去害人？我顶多要比这个人更好，我一定要比他更好。他是我的逆向菩萨，安尼想毋是真好？吼、哦，但我有一个大家 intelligence 什么意思？就是讲你要智慧，这个 thinking 就是讲你要想法。吼、哦，这是这个翻译啦，你要去理解，你要了解，你要明事理。啊，到底 intelligent 到底是啥物物件？就是讲你有个人的目标甲目的，
你这个思考是合理的哦。啊，个你个会再创意较好的物件出来，吼、哦，会处理这环境造成一挂问题，你会当处理，这就叫做正向的思考。假吼、哦、有一个图，有四个人叫做 A、B、C、D。你即马来看吼、哦。A、B、C、D 这个四个人当中，多一个人在思考，多一个人在扛书梦想，多一个人在批评别人。来，这个像啥人？玛丽莲梦露对不吼？爱讲我这想要成大明星了吼。无啦，这是我甲家己去的。请问伊敢是一个在思考的人？伊甲你讲家己的 image 嘛，咧想象嘛，讲啊，我希望我做一个大明星嘛，大明星啦吼。阿 B 伊咧讲啥？伊咧讲啊，我望出窗外，我看到吼、哦、一个美景，我想讲伊较早伊的古井人，伫咧迄个绵绵的细雨林内面，安尼你侬我侬安尼。请问伊这有咧思考无？伊伫回忆较早的代志尔。伊咧想故乡较早发生啥物代志尔？故乡就是甲伊个迄个女朋友对无吼，青梅竹马的。啊，这敢是思考？对不？这毋是思考嘛吼？啊，这个你来看，伊吼，这个人观察外口的人咧做啥？啊，去观察人，当卖讲话就讲、哦，拜托个，差死人。啊，若讲人咧化妆，伊就讲，哎呦啊，有啲时阵要拜托化妆也无好啦。哎，我打电话，人家做生意，拜托的，你已经赚了多少钱啊？你赚了，要赚了多少钱？要创啥？伊的想法就拢负向的，拢骂人的。请问伊有咧思考无？有咧思考无？好，那我看第四个吼、哦，公司的迄个同事吼，拢你争我夺啦，拢小骂啦，啊，得叫啦，看会使甲伊。掉呗，伊来做主管、做组长对无？啊，我伫内面呐，我是讲啊，到底我要安那卖受伊的影响？啊，我会使家家己，会使阁进一步解决这个环境的问题，我卖受影响。请问这人在创啥？伊在想要解决问题对无？歹势哦，请拿哦。这敢那人台湾真嘛？即你看即个黑人，为啥要用即个黑人？即、这个黑人，即、这个嘛黑人对不？即、这个啥？奥巴马对不？譬如讲，咱即个台湾呐、啊，干嘛分什么蓝的、绿的，什么外国、local， 内面那个乱七八糟，是不是？即个奥巴马爱出来讲，我要来解决台湾即个问题。伊要出来解决啦，已经要互人讲两届啊，阁无歹解决，哪会使对无？所以咱台湾这个团体吼，咱这个所在袂使阁乱落去啊。所以，甲带迄个讲师吼，顶一节课同讲师讲较好诶。你看一连串的变化，就是人美国一定伫进程当中啊。所以伊要出来解决代志，这表示。美国人有地位哦，但是为较早为虾米做唔对？这是极为讽刺的事情啦。但是伊今下要改过了，我们要给他加油打气，也给台湾人加油打气，好不好？吼、哦！啊，所以大家知影，思考是第一对不？啊，你要学多一种诶，来个，你 review 一下，你要学多一种诶，吼、哦，对不？重点来啊！吼，思考是咩啦？思考，你开始有问题啊！思考甲大家讲，你搁要来答案？敢每一种的思考拢有答案吗？吗？打个问号！你要合理的思考啊！你总不能思考一直不好的嘛？思考怎么去诶弯曲讲诶？我这个停车吼，大家拢停满满咧，我来思考一下，我怎么停车比较好？啊，就去讲占量的所在来停。啊，你讲这是合理的思考吗？这你要这种问题在那里思考嘞？啊，这边台湾不是有很多达人吗？自称达人，你知道什么叫达人吗？你讲日本好的物件提来台湾，就是投机取巧、钻牛角尖，要好处。你把人家那么好的字，你敢做这种中国人的行为？
你投机取巧嘛，哎，省钱什么什么什么，结果省的那个什么券什么券的，还有不是赶快你嘛，你要省钱丢了，但是你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要那个券，或是不正当法使用这个券，或是怎么样的方法，你也心术不正哦，这个哈、哦，因现在台湾叫达人，而且就好笑哎，那么思考爱好的啊，阿咩那判断好的思考，咱家去思考啊。啊，无你就变成歹思考，啊，歹思考了变什么？想太多，想太多了变什么？精神病啊！吼、哦，啊，科学跟哲学有啥无共款？科学是讲有答案嘛？譬如讲，你甲我看迄、那个，不管是爱因斯坦也好啦，吼、哦，吼，还是萨朗也好啦，因科学思考了是要验证嘛？我讲的这对无？这有答案嘛？今嘛嘛咧训练咱什么化学、物理嘛，化生。还有那种科学有答案的，跟他一般那种是讲、哦，我有问题哦，你一定要有答案对不？但是我跟你讲哦，我当时也有代代志，这种哲学思考是无答案的。好，你若讲我不今嘛要请洋装好看呢，还是我请多一个礼服好看？还个人的价值观，还那个下面答案对不？啊，我人生的方向要怎么办？我到底是做医生较好嘞，我还是做律师较好嘞？啊，我来做一个老师较好咧，这敢有答案？无答案。请问，咱的法理是属于啥物？我们法理有答案吗？就日出美站就是答案呢、啊？为什么那个警察都要科学办案？那根据就是法律嘛，也要根据线索嘛。咱的法理是科学，你知不？我们要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根据迄、那个。美国军事政府过去的判例，还有日内瓦和平条约，日内瓦公约对不？还有海牙公约对不？那么凭靠的这些，法理的根据，我们找到我们台湾它未来的这个国际地位，嘿，有答案呢、啊。所以大家去思考，我都大家去思考，有没有正确答案？有没有解答？大家安尼分会清楚未？你安尼分的都真啊，都开始了解吼。啊，这个吼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迄、那个循环啦、啊。你感官感觉嘛，啊，你就开始在想嘛。我讲想就是你开始在思考啊。啊，那思考有正向跟有正向跟负向，好的跟不好的思考。啊，那讲你思考有跟你较早的经验感官，你用迄个经验嘛。我刚才讲有四个理论对不？啊，若讲无，你是毋讲？哎，你较早有啥物经验，会使互相参考对无？啊，过来，你著评估。我这安尼做了好不好？我爸妈咧评估讲，安尼我咧一层一层，吼，慢慢咧，这国际地位，吼，台湾人正常化，这个程序好不好？咱就想起来，过来安尼来决定啊嘛。等当时就跟判官啊，跟你们来安那接近款对无？安尼意思嘛？我是讲一个哦，大家知你这个循环。好，我告诉大家一个想法，这有一本书大家拿来看哦，是思考还是想太多哦？好啊，这个好，大家去看这本书，较好看。内面有36个方法概念，我提出中间吼，我感觉真有趣味的。这个 A 甲 B 啦，我若讲卖用这个图样，你可能唔知咧讲啥。咱甲讲 A 当作是习近平好不好？啊 ，B 当作是奥巴马。啊，你感觉两个握手的握真啊假？大家知影嘛？心照不宣。这个 A 啦，吼，这两个你都唔知啊。这个 A 甲恁讲，甲大家讲，因为你唔知因两个人咧想啥。你伊吼甲恁讲啦，讲吼，伊讲啦 ，A 讲啦，讲这个 A 伊啦，本伊这个人甲 B 啦，这个奥巴马甲伊啦，因两个人甲恁讲啦。我们两个讲话都是真的呢，我们两个人讲的话拢是真的。这个 B 吼，佮来甲恁讲。甲恁讲啊，吼，这个 A 讲的话拢是好笑的。啊，你要去推理啊，到底是 A 习近平讲的对，还是 B 奥巴马讲了对？你要安怎判断？当然，你要去检验伊在讲啥的无？那 A 讲的是真的吼，若是他讲的是真的，啊 B 讲，伊讲的拢全假。啊，伊讲啥 ？A 甲 B 吼，拢真的嘛？我甲奥巴马讲的拢真，啊，奥巴马说过来讲我唔对，啊，伊唔是有矛盾，你知道我意思无？了不了解 ？A， 哦，伊啊，
讲阮两个人讲的拢是真，甲你讲的。啊，伊讲吼，无哦，伊讲唔对哦。啊，是不是有矛盾？啊，你咩啊？那检验，你就是甲先设定讲，伊讲的是唔对的。你先甲设定讲，伊讲的对的，对的就是矛盾啊。他讲的是对的话，伊反对嘛，啊，两个就有矛盾啊。这种推演就不对了，怪怪的，对不对？啊，你来讲，把它设定它是不对的，这个叫做归因谬证法。你个设定伊不对哦，啊不对，伊是不对。奥巴马讲，这个习近平吼讲的是好笑的。啊，习近平讲，你来讲，因两个来推演来讲，奥巴马讲的是真的哦。你懂我的意思吗？伊讲的是真的嘛吼？啊 ，B 甲讲伊这是假的嘛 ？A 讲，我甲奥巴马，迄、那个习近平甲奥巴马拢讲的是真的。伊讲。伊是假，啊，就有点矛盾，对不？啊，你反过来讲，他是假的，他说话是假的，伊讲伊是假的，合乎哦，合乎这个概念哦，对不？我们归他是假的嘛，伊讲伊是假的嘛，啊，你以他为准也是都一样的，就是讲，当媒体在跟你讲六个说过，当政治人物在跟你讲六个说过，你就要用这种推演的方法推理假设，好，先。这边来讲，应该是这个是迄个开始啦，这是问题。吼、哦，我这爱个解，不是推理吼、哦。然后你假设啊，推理过来检验，你就是讲两个检验呐。你平常看他们的身份，他们讲话的内容，就去判断这个 A 到底对 B， 因为毕竟我们不了解他们，对不？政治人物啊，刚没有相处过嘛，啊来辨真伪，或许甲大家讲，问题产生了，你就要假设，假设推理过来检验，对不？你袂使讲哦，我习近平讲的对，我拢听伊；啊，奥巴马讲的对，我拢听伊的。你要去检验他是不是有付诸行事，他是什么人格的人？正向思考、负向思考、合理的思考、不合理的思考、哲学思考，还是讲几些的科学思考？那个看是下面种的啦，还有四种人，我讲 A、B、C、D 嘛，你要去分辨啊。好、哦，讲到这吼、哦，已经要讲啊，时间要一半。但是根基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下面叫做 creative， 下面叫创意。创意是属于什么思考？是科学还是哲学？创意感觉上好像我出来的东西没有答案了，你就是要让它变成有答案，是不是？那是一直科学的。譬如讲，我来讲，我把举例迄个地杯啊啦吼，我即马举例手机啊啦，咱较早传统的手机啊，咱较早敢有手机啊？无对无？啊，咱较早国较较早有电话无？无。啊，即渐渐有电话，佮有手机啊，手机啊内面佮有智慧型手机。即表示讲，你平常你看，平常看那个，敢那无价值嘞？即个平常咱看咧大哥大，就正经是大哥大哦，安尼在通电话尔，无 BB 扣，后来佮变大哥大，大哥大毋是每一个人拢有诶，后来变你手机，手机了后佮甲即个创作，就是你把那不起眼的，你把它。不同的角度去看，你给他添了很多东西进去。你平常事物不起眼的，你不断的去 check 它，不断的去看，但有这么康庞，让要给改变，要给变化，你的创意都会再造出来。虽然讲啊啰啰等，我拢安尼做比例给大家听，吼、哦。啊，较早眼镜嘛是咩乱，即卖变隐形的，隐形内面佫有色彩。为什么人会去变化？这就是讲，刚刚看起来很枯燥的东西，你把它活化起来了，可以个活泼起来啊！吼、哦，啊，跟经济的活动有关系啦。我要讲我大家，哦，创新的物件，吼，大家了解来买安尼，吼、哦，啊，大家应该有一点啊艺术嘛，知影艺术嘛，这需要顿悟，全神贯注，你愿意去做它，啊，不是讲我扛书往上尔。我想一天两天而已，对吧？你先要开放你的思维，让它开始思考，再来架构你的思考，形成网状点线面，你有创新的东西出来，创新你就要创造出来啊，创造出来你是不是要 action， 去实践出来执行嘛，这都当会讲吼，先讲这嘛吼，这有让你耳目一新的感觉无？哦，还可以这样做呢？你这平常时，你看这鸡龟啊，有啥物趣味？啊，你搁安尼，这特别的哦，是不是？
这个你的苗出来了，你有一些创意的东西出来了，这样。你看哈、哦，这本来是电，这是楼梯哦。人讲，哎，大家拢要坐这个手扶梯，啊，不电梯，哈、哦。啊，伊就说，我来创作一个，一个啊，这厝边个做一个迄个钢琴，好、哦，啊，你啊个键啊，只叮叮咚咚，伊就爬起哩。结果、哦，伊做了后、哦、改变66%人的习惯，变成1/3的人拢要爱行这个路，这路。变成无人要行，为什么？因为这种趣味、这种改变、这种好，即个你的生活变得很愉悦嘛，所以大家拢嘛要行这個，对不？这是哆啦 A 梦吼，即、這个作者想哈多哈多，伊的百宝箱、四方宝百在里面推出来，所以他可以创造很多很有趣的哆啦 A 梦的那些剧情，有没有？哎、欸。你有想讲，你也甲摕出来一个物件出来？哎、欸，你给他做研究，你摆会飞起来未？时光机器啊，甲这任意门，哦，任意门啊，你上赞啊，那拢免 passport 哦。我想要即摆要来去德国，哦、我来一个电脑试一个德国，开门开起来，德国诶，好棒哦，够可能。所以他这种很有趣的创意，对不对？创意让你去思考，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要以后有可能，哦，对人类有帮忙的，还是得去想。我们这个保留了哈、哦，这个任意门保留，搞不好以后会有啦。好、哦，那是什么分子、什么裂解，你都到你要想的地方，好、哦，这保留啊，咔嚓，被登记咔嚓哈，那么保留了，有一个创意，有想法，而、啊、不是空想哈、哦。啊，这是当台湾人的创意呢，海绵城市大概怎样意思不？当台湾人发明的呢，已经拥有很多国家在做的呢。就是你这个土地对不？咱即马拢做点啊家，你甲做山顶，这个就是混凝土嘛，这个混凝土，啊你只中央甲弄空嘛，啊这里面阁有一个，这个就是过滤呀，叫做碎石层，下面就是土壤了嘛。啊你唔，你只阁有一层，你碎石层了后，你交换嘛，就是过滤了，你好的这個水对吧？你过滤了，佮出去，所以就变成好的水进去了，给你过滤嘛。它改变了温度，也改变了空气，也改变了水质。咱台湾人发明的呢？你敢有才调发明？哦，你要想无？你有没有创意无？对不？这嘛是啊，人嘛即马嘛咧做，吼，外太空的物件啊，这种。哎，这蛀牙的，我那没按那感应，这个有可能蛀牙哦，有些刺青，这个3D 列印，我列印用3D 列印一个内脏出来，进行百官百姓啊，个心脏不好的人，我列印出来，列印出来，佮加上他的生理反应、生理机能，哎，你移植你就免佮去单人的心对不？直接做一粒心出来，啊，佮赋予他的生命力嘛，啊，佮从来。这个百姓的人，哎，哇跳跳这个人，这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哦。这个真的是现在就是已经在做这个了，吼、哦。好，大家知道啊，这个老花眼镜，我卖够戴一个2层的，还够有人戴3层。你安尼把就一年，你就变调节你的老花的度数。人家进步到安尼呢，吼、哦。因为今麦够存10分哈、哦，我第一节课要讲这创意的，第二节课我再来讲，因为。这个一定要讲，要不然我这是我的中心嘛，哈、哦。创意的思考有很多，我找了这几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啦。那我可能跟大家大概讲一下，什么叫做六顶帽？这当中有6顶的帽啊，代表的意义都不一样。所以你一个厅内面，你负责多一个。比如说 O A， 你就想讲，我这件这个提出来这个案子想法，我赋予他什么样的批判？他说以前不好的缺点，这些是优点，好、哦、一个优点提出来。那即讲，你阁有新的创意的方法出来无？即、這个绿色的，啊，过来，你即是感情的，红色代表感情，吼、哦。啊，个这吼是代表讲，你阁较提出较客观的无？莫就讲恁讲的较主观对无？啊，即、這个蓝色的帽子，蓝色的帽子就是统整这些想法，然后有控制这个想法的一个取向。所以六顶帽子，一个人负责一个想法，这个不会互相冲突。所以你有一个 team 内面，安尼这个 team 集思广益，哎、欸，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 idea 跟政策出来。
啊，这是六三五，是讲这个 team 六个人，每一个人吼、哦，吼、哦，有爱三个五分钟，爱三个创意的想法，啊，每一个人六五分钟，啊，总共六个循环，得出来是108个设想，都、就是想法，吼、哦，比如讲我给你设定六个人。我刚刚迄六顶帽子，赶快六个人，这个循环，你爱三个设想，你有三个想法写起来，用 A4 写起来，写起来给我别人安尼去做参考。啊，五分钟一个循环，就是五分钟完，你还要另外一次的想法，三个设一次的轮，然后三个设想，安尼拢共讲起来，一百空白的循环，你就有很多 idea， 而且经过大家看过的哦。这个就叫635，德国人发明的。所以你看德国人为什么这么进步？每个人都是很优秀，都有他的想法提出来嘛。你就是不想嘛，都尽想那些有的没有的，对不？我们来讲这个列举法，列举法是讲把这物件打破，它根据它的属性，名词、形容词、动词，更新它的属性，然后往创造的，然后它需要改善的，然后它优点在哪边做分析哈。譬如讲，我这个麻辣锅啦，吼，我把这个麻辣锅这个三个分出来，吼，特性就是伊的优点伫倒，伊到底是虾米物件？伊名词嘛，有这嘛，啊，这是形容词，啊，这是动词，啊，是像麻辣锅要用锅子啊，也物质嘛，这个又有细分，吼，啊，下面颜色啊，啊，优点，这个也动词也冲啥啊？煮火锅料御寒嘛。过来，搞多还是优点哦。来，啊，缺点到底是啥？用加水收一下嘛。吼，啊，这有油啊，啊，佮口味收咸吗？对不？啊，这可能哦，有副作用啊，腹泻啊，太热了，热性体质人袂当食。嘿，啊，你希望列举法就讲你变安那创意的改变它吼。哎、哦欸，我使用电池的。电磁炉我卖用迄个锅子，不会那爆炸，是讲有火灾的疑虑嘛？哎、欸，我若讲用个用的嘛，哎，锅子对不？吼、哦，啊，我看也是加入一些比较有健康的东西，啊，油卖加遐多不？啊，就讲哎，我就讲慢慢来，慢慢火煮嘛，养生美容嘛，啊，你大概安尼有概念嘛不？吼、哦，这个叫创意分解改造，即、这个方法。啊，这是数位相机，好、哦、嘛？然后大家参考，吼、哦。啊，今嘛我要讲这个创意十二绝，加一加这个东西赋予它加了之后会怎么样？哦，对不？较早唔是拢分开，今嘛安尼。啊，你手机附加什么？大家想看麦，想一下。线上游戏什么？变成智慧型手机，对不？这得加它的功能，加一加。啊，剪呢？哎，我这是咪只拍春秋的，拍做代志的。我真是夹夹起来。我这个背心吼，这哎衫夹，这两段夹夹起来变啥？变背心，对吧？剪一剪，能剪出什么创意出来？扩一扩，扩大嘛，小伞变成大伞嘛，遮阳伞对不？啊，小客车也是变七人座、二十人座啊，公共汽车够不够路的？对吧？扩大他的想法嘛，啊，把这种这么笨重的音响弄成 MP3 嘛，啊，你这样没有也没有怎么特定的答案呐、啊，就是说你可以把这种东西缩小，电风扇也可以做小型的吗？对不对？哦，你把还有一些纳米药可以用纳米标的哈、哦，打癌细胞可以用纳米去主要标的的癌细胞把它。全部歼灭嘛？那过来改一改啊？怎么改善？哦，我的扫把可以把它改善成这种，就是吸尘器嘛。啊，皮鞋在改善什么？皮鞋在附加什么功能？钢钉，对不对？啊，气垫鞋，哎、欸，然后防震，又休闲改善，啊，够雪鞋保护足部，嘿，功能变一变。把它变漂亮了，它有一个外围的啊，然后赏心悦目，对不对？啊，你看这种没有味道的饮料，你可以加什么料？嘿，
啊，让你觉得很愉悦。再来你连一年，这双节棍，你不是有李小龙，还有三节棍，要把它连起来，给打坏人还可以干嘛？你还可以想很多东西，对不对？你们车厢可以连接什么？你捷运你有看到可以连接很多几站几站啊，对不？啊，你在整这嘴人对不？整这嘴人，大家去刷卡，都赚个嘴钱了。载客量多嘛，就也是促进经济了。这东西赶快也在用啊，对不？你连一连，我下面连出什么功能？哦，这除毛刀对不？你刮胡刀也在变那电器用品嘛，那可以刮对不对？然后吸引大家，哎，这个哎，手表、眼镜、手机，给它变化出来，吼、哦，就然后代替有代币嘛，我就不用携带那么多哎零嘎嘎对不？啊 ，ATM 嘛是赶快啊，我就去领钱就好了嘛。这光碟嘛，大概记录一些资料，一小小的东西可以替代你资料放在里面。你才不会每次我都爱跟我电脑嘛，我拢爱摕我书面的，那么收忝嘛。班，哦，小朋友也容易乱跑，我把它拴起来，这好像看起来好像跟你砍一只狗，但是咱唔觉得砍一只狗，咱咧咱惊，惊讲伊个第一个周遭在跟人走，还是讲惊无对？啊，你键盘嘛，会使有啥物功能嘛？吼、哦，跟它连接在一起嘛？对不对？那更方便呢，这一样嘛，这正面负，就是正面跟反面都可以穿。现在帽子也可以这么做了，很多都是可以这样用的。吼、哦，你这沙发嘛，再翻来翻去嘛，再翻一翻，那个沙发就可以变成床嘛。这样就是，甲特别甲大家讲的，家唔是有一个水面的水槽，滴水对不？但是你水帽都流出来嘛。啊，这边有一个坑，水都流出去，甲袂讲我淹嘛出来嘛。就是讲，你设计一个东西，或是你一个政策，你有什么限制的政策对不？当重北来讲吼，那个譬如讲迄个外劳，你有开放外劳，你要一个限制，不让变台湾人无逃路走啊。这嘛有一个限制的名额艺术嘛。吼，这样啊，要就是有一个政策要出来，那么要排除哪些人？哦，你讲哦，什么一个政策哈、哦，每个老人是不是都要65岁以上都有他的，就是要不要排付条款？那我们就要想很多政策进去，这都是限制的条件。我要做一个 party， 我用这种12这创意的方法，我就可以办一个很棒的 party， 对不？这不大概记，就当我跟大家讲吼，讲。伊这人伊甲日甲大，就是心血的意思。你再甲记这个号码一，哈、哦。啊，这杀戮吼，这应该杀戮应该是爱用平一个片假名啦，我用平假名，就是搞啥那意思。你这个八就是这个杀戮吼，你得甲记起来。你会死记呢，还是有特别方法可以记？我等一下来跟大家讲哈。好，现在有一个九宫格法，就是讲他的思想哦，这个是属于放射的，那这个是属于螺旋的哈、哦。那螺旋有一个方法，我们是向外面，不是向里面哦，把自己的想法射死了。向外面怎样？向外面，你要销售一个方法，你有一个螺旋式的想法，哈、哦、啊，喜安娜被安娜来走，哈、哦，为什么？啊，如何啊？在哪里？吼、哦、啊，在如何？那个条件，那个方法再更细分，怎么做？如何做？什么时间？啊，又再怎么做？如何？这个就是一个循环，就是一个螺旋的想法。吼、哦，这个还有一个放射性的一个思考，这嘛是九宫格。我的主题，这个 A 又延伸整到旁边。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格八格八八六十四，它会有由八，哦，这个八哈、哦，本来主题八再放射成64个想法，譬如说我要迎新活动，安尼这人员、地点、时间、团康、竞赛、餐饮、器具，然后你再延伸这住宿里面要想哪几个这个主题过来，哦，这就放射性的想法。
现在已经十一点了，若是要上厕所的人就自便哈啊，我继续讲。现在要想心智图哈，我要心智图这个哈，你看这个图哈都被射死了。那心智图了，就讲我像大脑一样放射出来，这神经一直放射出来，一个接着一个，哈，一个接着一个，好，把它放射。啊，现在的想法，这个是一个主题，然后这是相关的议题，这是个在延伸。好，跟他有，我讲这个最好了，哈。中心主题，这个就相关主干，主干在枝干，枝干会在种类再分类，然后归纳。就是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是现在先讲这个，我们先讲这个主干，像一个花瓣一样，大家把它想成花瓣。这个是中心哈，有点灰模，啊灰边啊有一些花瓣嘛，让来比这个的哈，比这个的这个花瓣嘛，我今麦要来去迄、那个。迄、那个一个迄、那个阳明山吼、哦，去佚佗，那不是阳明山哦，哎，反正一个山就看日出啦。啊，只有这个花瓣，哎、欸，我要来去这个哎、欸、某个山里面看日出，啊，有相关呢。哎、欸，我要去吃嘉义的卤肉饭啊，我要坐小火车，你就想说这个主要的主干哎那边啊，去发挥我要去旅游嘛，这几个，吼、哦。啊，这个是这个花瓣的，是这 brain bloom， 吼、哦，啊 brain flower 是讲一直延伸出来的。我来讲这个主题，比如我把这 Q 过来，吼、哦，啊伊的 flow 是变那个想，你这个伊啊，你也想到啥？就是放射性的想法。你放射性的想法，你椅子能用来什么用什么功能，你就把它延伸出来了。这个是花瓣其中的一个啦，啊，你这样懂吗？这是不是主题？然后其他的花瓣，我把这个揪出来，吼、哦，来阵一起桌，一起这个桌子揪出来一个 flow， 你想啊，佮延伸出来，嘿，我来比这个嘞，这个、花瓣就是，吼、哦，这个是中心主题，花瓣就是地点、时间、行程、保险费，那个准备，啊，再延伸出来就是 flow 嘛。哦、我这行程又把它细分出来嘛，你 每次你发生什么问题可以用这个心智图来想、哦、心智图的功能你可以放这个主题，有没有？这个就像一个花，这是主题，然后这是花瓣，花瓣延伸出来的 flow 就是 blow flow、啊、brain flow、啊、brain blown、哦、你看一个小说或看一本书，你也可以这样的细分、哦，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大概就是可以用哎，企业的管理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哎，我的哎肚子痛啊，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一个你的健康管理，吼、哦、啊，这个也是跟记忆术跟那个心智图是一样的啦。那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好不好？那么看一下影片，就那个刚刚那个答案，按照这个。我刚刚不是有八个字吗？到底要怎么记比较好？哎，奥克特曼先生全部覚えられたの？私だけじゃないと思いますよ。你会死臂一是心血，八是那个猴子吗？你很多东西你就要是实际吗？没有，你可以把它弄成一个故事。覚えるのは非常に難しい。他教你怎么把它想起来。講師の先生方皆さん、こういうやり方で覚えられたはずですね。例えば。猪野先生と生徒6人が新潟に旅行した。電車の中で猪野先生のおごりでコーヒーを飲んだ。駅に到着すると一郎君のカメラで記念写真を撮った。その後で手帳を見ながら宿に電話をしてタクシーで向かった。着いたら温泉に入ろうと思ったら先に猿が入ってきた。用这故事来记物件，你就这紧的呀。ストーリー仕立てにしたらどうでしょうかね。好，阿金马贝来讲，是用心智图来。何か覚える時、言葉を描写法国大革命嘛。哎，立马用心智图来。何かと関連付け。看你今朝这本新台湾论。中间你改写日苏美战，或者讲台湾，然后相关的那个 brain bloom 花瓣，你给它提出来，花瓣过来出去。这就是花瓣嘛，
最も重要な事柄は、この太くて大きい幹だ。就是そして枝の部分に、それに関連する様々な事柄を描き込んだ。花瓣が延伸出来的ブレンフロー、その際必ず絵を描いたり色を塗ったりして強調する。例えばフランス革命を例に、ちょっとメモリーツリーを作ってみよう。哇，这些东西有用画图的，这个 brain flow， 啊，这些用花瓣嘛，这 flow， 安尼大家知影吼，你也在用心智图，啊，这嘛是记忆术，用心智图的方式，两个是一样的。可可，你带的呢？好，我们切掉，哎，大概有印象就知道哈。我们切掉，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是鱼骨图，哈，这个以后再跟大家讲。鱼骨图说你可以解决事情的方法，像这件的话，就是你已经发生错误要解决啦。那叫像那边的话呢，就是你可能想象什么问题，先把它设定出来，预应式的，这个有思效模式跟效应分析，以后都学得到了，就是以问题发现事先叫 CAPD 啦，这假如说已经检讨发生了就 PACD， 那这你的 idea， 你要去评估它要怎么形成，然后。问题产生了要怎么解决，然后 有什么退守的方法吗，有什么补救的方法，这种一个心智图我有大概看，提案的制度我大概就是跟大家讲，男生会想到什么，这个吃的东西，女孩子会想到小朋友的这个有没有更好的品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那个好的发展嘛，开证就是改善制度，我们来看这个比较重要，刚刚说的这个嘛，要执行，你要去架构你的思维，然后把它写出来，然后把它做，把它显现出来，这个就是架构，这是网络，这个是把它写出来，然后这是做出来。刚刚说 PACD、CAPD 的几个，这以改善的角度，这个是去先去做，问题发生再来做改变，这个是问题在先，改善以后再去做。他有时候这个六个 W 可以用。我们再来看这刚才的猪彩，我猪一半，我来有 idea， 然后擦擦擦擦，食材准备后啊，擦擦擦，擦料，擦出来啊，收咸，哇，这皮拢了皮啊，鱼不是最怕都没有皮都乱七八糟的嘛？是咪那个转去，过来救，搁较好的方式，过来煮一包较好的鱼啊，对不？艺术是安尼啦，这嘛该用心智图建构出来，你也企划案，咱今嘛来讲，这个我就要讲一下，这个是你在组织内你的想法跟 idea， 那你在参加外面的想法，你有什么圈外的想法，你提供出来，那你做做看，这个就是一个有思维嘛，这个就是一个思维出来了，那思维聚集起来，你有创新。创新，你把它做出来，一个案件做出来，案件做出来那个啦，提案的案件，让你去实行出来，这个 action 嘛，实行出来你要用流程方法，跟你要用一个比较电脑方法，一个编码方法把它储存起来，内化就是说你已经吸收进去了，这个一样有嘛？你看，我又把它，这是我个人的，把这个图，个人的想法加进去，开放。这个阶段，这是我在我们药局里面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改善的方案，以后我们民政府要提供一个员工的一个提案，能够开放大家进去这是我目前医院开放的，的一些一个案件。那这个是我在上我们周训的时候，有一个外国的讲师讲得非常好，他说。种种，零零种种，你就要去多读书，卖看电视啦，电视看本土剧，都个说个互相斗争啊，卖看什么宫廷斗争戏啦，卖，你要去看书啊，你要懂得去观察啊，这个是什么？你要有好奇心，对一个东西的产生，这好奇，我现在这得不要被抓呢，阿公，你要尊重你自己。个人的风格 style， 就是了解自己嘛。我爱挺多教导，我也是在付出过教导。这四个，我觉得这个讲师讲得很棒，我跟大家分享。
哦，然后就是有一个政策出来，是我个人的哈、哦，我在医疗方面，我在后生省哈、哦，这个是我提供大家参考的。我们希望不要说只满足我们生理的要求，我安全，我叫人抬，好、哦、叫你叫人抓起，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啊你这政府在创啥？啊我吃穿都无够。我十九 K 没啊，几个月十九 K 被送上，二十几年来薪水都没有变，可是你物价一直在涨，油也涨，什么都涨，你是欺负我们老百姓吗？你连生理的需求都没满足，所以让台湾民政府以后呢，你要给我们自我实现的，你这个政务官你要有这个能力，你也要有这样的政策。我拢假情，未把握你这政务官，你有人民冲上，你做政务官冲上。对不？你看我是讲提供出来，这个马斯韦的需求论，吼、哦，层级在越来越高。哦，我们今晚来了解中国人，吼、哦，这一节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大家了解中国人吗？大家了解日本人吗？大家了解台湾人吗？了解吗？我告诉你，我本来也不了解。你不能够一直批断型，虽然批断。批判型也是一种思考，但是你不能够不找出问题就一直批判嘛。前年还是去年啊，有一个日本的讲师吼，他讲了这个题目叫“武喜哈苦”，这是片假名，希腊字哦，我搞不清楚。后来他讲了，我听了三四遍，他把它整理出来。这图等一下，小明目善行，他人。很挺我们台湾的，他有他的网路，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共啦吼，这个是天照大神，这个是那个大国主神，就是他们建国之神。这个天照大神就是这个日本天皇他们的祖先啊，他是怎么来？他是他们所谓的神里面有三个贵子当中的天照大神这个贵子之一。啊，他是日本天皇的这个祖先吼，他来跟他请意，讲我到底咩啊？地理外国家较好，哎，伊就讲啊，啊，你拢用迄、那个有希腊语来通知，啊，我拢用希腊字来通知，啊，有希腊语甲希腊字有啥无共？有希腊语就是讲你是我拥有的，不过今天衫是我的，我今天衫吼，要甲。加雕，还是要甲戏杀，还是讲我要甲变甲水当当的，我的自由，因为伊是我的，伊在我的手中心当中，我要安尼甲变，我欢喜，因为伊是我的。希腊字是啥？希腊字是讲哦，我教导人民，会有廉耻心，会有知书达理，会有更加好的想法出来，吼、哦，延伸。好、哦，他一个更多大家的力量跟很好的这个政策也好，创意也好，思考也好，让他们的国民的素质提高，国家就强大了，对不对？他不会限制讲像中国人安尼，你是我的，我要甲你斩，要甲你剥，要甲你弹掉。你是我的，我欢喜就好，你免收巧，哦，你收巧就甲你斩头。因中国人的社会就是安尼，因这日本就是安尼。我现在要来看这个地图嘛。为什么你看这历届，那拢是改朝换代？你对我不好啊！你欺负我百姓啊！我把你这个王国灭掉，这君主灭掉，换到一个朝代。朝代我干嘛讲？我可做王起来啊！王我赶快用较早的方法，你国给我消灭掉啊！哦，你袂使比我子孙更加巧哦！我绝对给你抬掉。你的子孙要起义反抗我嘞，但是都是有人会起义反抗你啊！因为你做太过分嘛，拢用这种那个武士哈古方法嘛，你看日本，日本，你看让一世万代啊，两三千年的历史都没有把天皇给推翻，为什么？希腊子跟武士哈古无共啊，所以你要用什么方法？你政务官你要用什么方法？你要用讲，你是我的属下哦，我是比你较大哦，我要叫你做啥就做啥，你加点点，你要用这种方法吗？
啊，是你要用讲啊，我甲你教起，啊，你袂晓来，我甲你教，互你去受训，啊，你都唔对，我甲你记起来，互你了解，我嘛无甲你胡乱，你多一点某年某月某年某时，来你记起来，啊，请你来改，来了解一下吼，来改变一下。你是爱用这种方法啦，无这个团体要安怎进步？你看因中国人就是用这个目睭，因咧创立就是甲你目睭灵，甲你堵掉，这就是名利嘛。就是不爱让你整理是我的配有物嘛，我的物件嘛，我欢喜。你的目袂使比我更加目睭金嘛，对不？啊，因中国人就是用这种方法，你家己看，你用我安尼这明白让你看嘛。用这种方法来，甲咱台湾人吞打，啊，搁甲咱。敢那买安尼，甲人正路，你来看这个历史，没、啊、这个江苏那奇怪，啊，你讲八成，那不是十成啊？当年嘛有真的安那真的太郎办会是真的啊，后宫那个争宠、那个政治的那种官场是真的啊，对不？爱打败仗、签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是真的啊？怎么中华民国你已经流亡了，你还干嘛说马关条约你不承认？国际法有让你轻易说片面废除吗？这真的怎么样也换不，即便成假的嘛？啊，你怎么刻钢挖骨落个塑骨的洗脑台湾人的，那是假的嘛？吼、哦，哎、啊，两个是兄弟啦，即卖要统一的嘛，拢赶快拢用这种方法嘛。你看，因死了偌济人，国共内战，伊讲这要7000万啦，我讲不止啦，因中国人的命无值钱，伊敢要权要利，伊有。伊无咧管伊死偌济人啊！你知影这嘛？甲迄、那个因咧法轮功学员嘛，跟抓起来还是讲一寡因迄个什么枪击犯啊、什么犯人啊，反正伊就要伊死就死啊啦！袂互你拍麻药爱钱无？麻药爱钱啊！甲你手拔个、脚拔个，直接甲你挖你的心肝、挖你的迄个肝吼，啊个挖你的心。哀叫啊！血拢喷到你这个，甲你恶迄个人内面呢，有人走出来投诉说呢，讲伊这站定呢。你讲这种国家，他们这种国家，把人民当作什么？我配有物，我欢喜甲你落，甲你拍，甲你抬。你要做中国人吗？你想清楚哦。我讲一系万代嘛，你看日本一系万代。啊，现在要来讲，这个因中国人被两个朝代灭亡，伊拢讲迄是咱的朝代，其实不是朝代，伊是蒙古族诶，伊这是大清帝国女真族诶。啊，人家把你灭掉，你说是你的朝代，讲到讲伊跟伊的祖先同款。啊，若讲你看你大蒙古帝国征战到这个东欧，啊，若安尼讲来，这个东欧拢把迄个蒙古当作伊的朝代吗？无人俄罗斯伊能想得过呢？俄罗斯说，你大蒙古帝国灭了我的国家，他没有说是他的朝代哦。俄国因说是遭受侵略，他们才会去检讨自己啊。因这说他的朝代，他干嘛去检讨？一定是我的，我来检讨啥？所以你中国人是如此不知要检讨反省，他怎么进步啊？如何哈次因的女真族？部落起来，消灭汉人的国家嘛，叫大明帝国，啊，也把蒙古征服了嘛，他们就统一叫做大清帝国。啊，那大清帝国亡国以后，你蒙古当然人家恢复他们原来的国家，但是现在依照国际法啦，齁，也要大国来支持，你没有大国支持，你要让蒙古独立是很难的。啊，后来是因为俄罗斯，那时候叫苏联。啊，都就让蒙古独立，所以是蒙古国，大家拢知嘛。啊，中华民国凭啥要给人攻打？你各自国家都乱七八糟，你凭啥要敢攻打？人家比你强，很快就把你吃掉了。这个我们来讲，你的酱缸文化，让来攻击的嘛吼。阿 Q 性德，对，迄个资本主义跟这个，因为迄个中国的封建主义就。分崩瓦解，就大清帝国亡了之后，以民国初年那个新兴的资本主义给他们的冲击，变成很多双重人格，阳奉阴违，貌合神离。
我要这样做，可是我觉得你不错，我还要反抗你的想法，我觉得很奇怪。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在那里弄来弄去，弄不出他们的未来的幸福跟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我们爱了解中国人吗？他们博洋说的，说他们的那个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包袱。他说他是滤过性病毒，但是我看中国人现在就向前看，口口啊看，我看他们不是病毒了，已经看一档到说人权有注意，有真的有重视吗？贪污腐败没有习近平慢慢打贪的话，你这中国迟早就会分崩瓦解。但是习近平最多也是十年，他们一个共产党的政体没有改变，这种独裁的这种国家的体制没有改变都没有用，那是短暂的殉难而已，有钱也是短暂而已。要从根本教育，还有你的政府的体制，跟那个你上面的那些公务人员，你还有教育等等很多复杂的因素没有改变。你不想改变，你中国的文化，你说五千年没有，三千年为秦始皇来生。啊，干嘛弄好？你改看嘛。因讲有遮最好的学说，你拢讲叫别人去进步，因家己拢无进步。我来讲孟子，伊毋就讲什么君为轻，对不？君为轻的意思是啥物？国王上无好啊，国王上无重要，对不？啊，过来设计的国家，就次之嘛。啊，谁为重？民为重啊？我民有重吗？啊，民有重，你们朝代就不会一代换一代了，然后就把你推翻掉了嘛？哎，侬讲我把人进步的，自己拢无要进步啊？侬无用我自己的心胸呢？你想清楚，因中国的这种体制，侬要要求别人，伊拢无要求伊自己。啊，那伊要要求自己吼，已经有两个别讲吼，伊就仔细、很谦卑的去反省。但是伊有反省无？扎把你中共这个体制一定会分崩瓦解，另外一个国他们建立的新中国也会出来，你等着看吧。这种就是病毒。这是就是这样子嘛，这个就是一个你推演出来嘛，你借用这个五希哈古博永希腊子，你早晚又被推翻掉的嘛。因中国人敢无搞人有啊，但是搞人哦无坚起来，就是没有把力量聚集吼，因都是永远就在这种文化里面啦。因今嘛中国人是就埋头苦干被赚钱啦，那影响因家己的迄个利益吼，刚开始的消耗淡薄肥啦，啊，等一靠因哦因哦就加这个。啊，那个包子哈，搞嘛吼，啊，搞了，尾巴了摇一摇就走了。他们对他们整个体制有帮忙吗？买爱钱，买爱家己的物件尔，伊敢要改变啥？所以，咱必须要了解中国的这个酱缸文化，来咱来检讨家己一下，检讨家己，你有安尼无？你有安尼无？商人无祖国吗？根本这个爱台商吼。根本就看钱重，伊有去想到台湾无？你缴税缴中国，让中国强起来，啊来拍人台湾。虽然即摆飞弹还未出来，伊唔敢拍，但是经济已经影响遮大个啊！台湾的经济歹是歹啥？心内有数。你的台商，还最近台商做什么？讲挺洪秀柱，啊也靠一个台商讲啥？画啥？我讲打倒王金平。啊！那王金平有这重要啦？啊！恁台商到底你思想在创啥？你讲经济甲政治干袂使分破过来，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连在一起的。你为了你的利益，你可以出卖台湾。同样的嘛，你中国，你的经济跟你的政体共产主义是连在一起的。你没有把你的政治弄得更好，你的经济有一将来也是会分崩瓦解的，那也是昙花一现的。你即马经济好，人是美国、外国甲你经起来，美国一垮，你就倒落去。你甲看嘛，你就看嘛，看中国你们的下场。像我甲拄仔讲的，希腊子有希腊苦，无共，因为结果就是共款，改朝换代。来检讨家己，你有安尼无？我甲你讲，我检讨我家己，我嘛安尼。哦，我可能最近有一个日本媒体啊，伊个中国人哦，拢爱去因迄。浅草寺不，雷门挂雷门两大字的，你若有去日本吼，浅草寺你要去甲看，现在很旺，很多观光客都去那，尤其是中国人。奇怪呢，讲因中国人
那这么不守规矩，人那不是刺激啊？你目睭嘛要看是不是刺激啊？啊，目睭不要看，你嘛要问一下。因着用中国文化，因中国文化有摕来会使吃啊。啊，你在人的国家，你那是用你国家的方法，搁家己自我那么解说。伊迄是你共摕，你都爱付钱。你爱白付，你就摕来吃。吃了后，讲我你不爱，搁共等那边。啊，搁边走边吃，搁大声喧哗，迄个中国文化。请问你有染到无？我就是讲边走边吃，我嘛有呢。我冇边走边吃的习惯呢。我就想讲安尼，我绝对不对中国人的这种文化，我绝对不好的文化，绝对要摆脱。我讲我一定要告诉我自己，不能边走边吃。我强迫我自己要改掉这坏习惯。你有没有坏习惯？你自己看嘛。你会不会记仇啊？啊，你会不会只是很封闭，只是会读书而已？哎，你想看嘛？你有无啦？我想讲，啊，你啊，你话别人、记别人的时阵，其实你家看这个图嘛。你在讲别人，你其实你心当，你已经是伊啊啦。所以，当你指着别人，你四个指头指的是自己，你也先检讨你家己对不？也该进步啊。所以，咱爱检讨检讨家己。我虽然讲我只讨厌中国人诶，但是我爱自我反省，我有这种互影响的派。派伊个方式方法无，爱甲改起来。我今嘛要来讲连战，大家拢甲连战屌甲要死对无？但是我个人，连战他还蛮有良心的，他自己跟台湾媒体、跟全国、跟他们中国的人民，还有全世界讲说他是中国人。哎，人家很有骨气呢，说他是中国人呢、啊。啊！伫台湾一挂中国人，像民进党，因是毋是中国人？是啊。啊！因要骗台湾人的票，要替骗台湾人的钱，啊！是假，伊假台湾人呢？有欺骗无？啊！你搁要想讲一挂对叫台湾人，要叫骗的遐一挂台湾人，我讲啊，我要挺绿，我要挺蔡英文。啊！你蔡英文是虾米人？这披着羊，迄个禽兽皮啦，人讲较歹听啦，野兽皮，对哦。应该说披着羊皮啦，啊，现在是野兽的行为。你披的这什么台湾人？你里面是中国人嘛？你有想会连战欺骗哦？连战有欺骗？伊讲我是中国人，你蔡英文你走去呀？你有欺骗无？你就在利用台湾人嘛？恁家的人，中华民国民进党，恁中国人嘛？这后边搁唱一个蒋宋美龄，你那？招落来台湾，拢靠别人帮忙。即马伊靠美国招来台湾，伊即马因即个美国袂靠呀，要靠中国，佮走转去中国。因是会检讨的民众吗？我即马上较大，我就靠啥人？因为我为了要生存，我甲你拼，我才不咧管别人咧。我连战骨无了要管台湾人，台湾人家饲个肥滋滋哦。因到招落来咧，哪有钱？啊，即马袂靠的，要去转去靠因阿爸啦，中国。啊，即马伊也有知影见效吼，伊也知影见效吼，伊就爱切腹，以谢台湾人。我不管有气魄，至少人家有这个优点嘛。我讲以我们的日本人的角度，日本台湾人的角度，有做的见效代志来切腹，但是伊敢是这种人，啊都唔是啊，伊要切腹。伊走去中国，佮要食鱼、食肉，佮食糖、佮食金、食钱呢，对不？哦，你若讲你去，你卖去，以后一件一件，一条一条，都把他追回来，迄敢你的钱？迄种台湾人的钱呢？这吼是我的一个经验，我即马即跳出去，等下佮统一，就整理再跟大家讲。我们在批评别人制度不完善的时候，你到底要用什么方法能够感动人的心，愿意去追随你？你就是要用关怀。你没有关怀，你如何去实现你的卓越？我就说你无好好啊，爱修你的事务观，你这个政务观，没有把你的卓越透过你的事务观表现出来，事务观就愿意去履行出来呢？你卓越要来自于关怀啊！哎，你别再讲我是老大，你中国人迄种做官的心态就来啊，讲我是老大，我是你的主管呢，你敢呢？
我给你记两次大过。你安尼唔是跟中国人同款？你是要安那进步？你这个单位是要安那有效率出来？好、哦，我讲梅克尔，人去欧美摕人因纳税人的钱做代志，靠卡迄个食物落落去，佮佮捡起来，还有是梅克尔厉害。中国人看到他会怎么样？赶快给我换一片，若没有，你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会不会？绝对 A 嘛，梅克就直接安尼捡起来吃呢。你讲食物当个口卡内个捡起来会当吃，当你买晒三秒以内，细菌未去冲掉，这有科学根据的。人是安尼来爱护，即政府请伊来做总理，伊是安尼爱惜因的国家资源，啊，当民政府的官员呢，你干袂使人身攻击？你什么拢要放大？什么你讲秘书长出来处理，伊会忝，秘书长也在忝诶。你个人有没有自己就自省的能力跟自爱的能力？这个道德观念，做官的那个风范也要建立呢。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工程，不能由秘书长一个人扛，你们都有责任吼。中国人就是欺骗嘛，就是海陆。因即马有钱了，就是要钱啦，就是要抠抠啊，就是抠抠啊看世界。像人我有钱就好啊，我用这歹的手段我拢甘愿。好、哦，我这有八分钟哦，因为没有时间放，我要跟大家讲，你可以到我上一次的这个那个网络去看。这边讲一两兄弟，两兄妹啦，伊一个兔啊吼，唱一个迄个魔鬼。来诱惑他们，魔鬼喜欢吃迄个果酱，伊就啊哪有人甲浇了好心芒啊，伊就变一块黄金啊，变一块 diamond 啊，转轴出来，吼、哦，哎、啊、呦，知影讲哦，原来伊会变转轴，我就用较侪迄个果酱互伊食，伊就一直食，伊就引起一块好心，伊就变钱出来，伊就累积遮侪钱，伊就去甲因咧农场的一挂迄个。动物嘛，包括羊啊、马，全部都把它杀了。杀了之后就腐臭，就会有一些苍蝇都跑出来嘛。啊，都叼了那个魔鬼伊咧食物件嘛。哎、啊，愈钱愈变愈多，愈多愈多。结果因这个兄妹咯，就被控制这个魔鬼，伊的贪念就一直源源不断跑出来。魔鬼刚没有你控制，一卡就把你踢掉的。结果了后，魔鬼就把他们两个杀了。因遐所变出来黄金拢变成躺咧蹭因的尸体。所以我要甲大家讲，这个故事哦是很有趣，请你上网看。因为八分钟，我还剩下大概十几分钟，没把它讲下面的，你可以很精彩。你去分析一下自己的贪念，我们有没有贪？有啊，我怎么会没有贪？但是你要。把自己的贪念慢慢淡化出去，要管自己的贪。你以后接政权以后，有很多像中华民国那种体制下残留的那些分子，他们会用那种中国的方法来诱惑你，你去签一个，当一个囡仔，你功成安怎，我给你钱安怎？伊会把你的贪念哦，给你放大，给你，给你，给你弄，给你锁出来，给你弄锁出来。你要不断去审视你的贪。啊，去管理自己，让这个在这个体制里面结产司法体制加起来面50%收贿赂，好可怕！所以你要了解吼，因这种防范，那么啊那个这种贪的物件个不稀少，啊，佫袂很诱惑。我无介意中国人，但是我相信中国人里面有遮侪好的人。但是我都话讲过，无坚起来，没有聚集力量。因为你咧加，你教迄人讲粪坑里面搅粪嘛，加塞对不？愈加愈臭，塞下沙下嘴对不？塞下坑愈加愈臭。我因咧中国人就是安尼，你无把这个塞清掉吼，你赶快迄个坑啦。但是我还是心里还是祝福他们中国人。好，我们要有怎么？我刚才说什么？正向思考，对吧？因为他是我们的邻居啊，对吧？我们还要去祝福他们嘛。人民跟政体不一样啊，希望他们人民有一股好的力量，好的力量，哦，
然后有一个好的他们中国的一个政权出来了，我们祝福他啦。虽然我不喜欢中国人啦，各大国嘛，有时哈古，这是安那来砥砺耶，是教你安礼义廉耻，教你安那孝顺老爸老母，亲子之间的关系，借日本天皇用希腊字，好你教你翘翘，好你明白是非，好、哦、把你的那个能力发掘出来，一系万代，哈、哦，一系万代就是没有改变你的。你的那个正体，你永远存在了。这就是讲，为什么甲迄个朝鲜，就是甲迄个大清甲迄个日本，他妈扣港，因为朝鲜，然后开战，是因为在朝鲜有一个封海海战开战，好、哦，1894年，好、哦，1894年开战，那经过短短的8个月，大清帝国船枪大炮，我请迄个英国人来给你设计。但是你有那么大吨数的海洋舰队的、欸、北洋舰队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好的法号司令，你没有软体啊。你看八个月你输给日本，下关条约攻下，下关条约也是日本说下关条约，得下关日本下关前的大清帝国大皇帝，大日本帝国大皇帝，这就是天皇嘛，要挂下这后厝嘛，人家东北后厝。啊，甲挂台湾全岛甲附属岛屿哦，哦，啊，那经纬度拢写遮清楚的哦。白纸写互你，敢是偷摕？吼、哦，日本天皇领有台湾了后，是毋是要日本政府去管？所以日本政府甲日本天皇，我甲你往后讲吼，是无共的哦吼。Emperor of Japan 伊就是天皇，即、這个爱记起来吼、哦。天皇甲日本政府是无共款哦吼、哦，代表不同的对象。啊！你领有台湾，要对台湾建设啊！照户口上人照户口哎，照户口上照户口哎，日本呢？啊，要给你殖民地照户口干嘛？啊！你大清帝国212年有给你照户口不？无啊！啊你一堆白骨呢？我唔知那个精神的骨头还是人的骨头呢？你找无啊？我哪会知啊？你是死在外口上面插你？啊！那台湾人哇，一个白骨了。白骨都惊到要死，因为倘我找到人嘛，你就知影讲伊是受有伤害的嘛。对你人，即人民的尊重的爱护，这是铁证。搁做伊一个经济要发展，没有发展台湾经济，都是爱有铁路嘛。铁路纵贯线，那就有很多什么温泉啊，啥物拢出来，促进台湾的进步嘛。啊，哪些殖民地要甲你做这无？过来讲，佮这个较稀奇的，你知影这要开偌侪钱无？你知影这要一百年啊啦吼，这拢更天呢，啊佮为遮拍回去，你看整个布满了它的支流哎，啊你这殖民地敢要甲你做？我甲你征税就好啊嘞，我甲你做这开我日本人的钱要创啥？啊你中华民国讲伊讲殖民，啊佮据台，佮日据。啊！下关条约干嘛去？不要来占据。下关条约就讲你割给我啊！啊，你讲殖民啊，殖民干嘛需要给你做这殖民？你中国人才是在殖民我啊！你看，因40年了，大概较有笑容的，啊，搁清茶，再进步，搁再水了，啊，搁建设。这我们徐格林徐教授都有讲过了，我只是帮跟大家讲。日本人也要殖民我们吼，伊都免做遐多啊啦。啊，你无用殖民，那请你走嘛。你第五条叫你讲，你也白做日本人，无你请你去当中国嘛。90%以上的拢要留去做日本人啦。哎，佮剩一寡迄个佮少年大清帝国要转去，转去无几个物仔拢转来啊。这大家一定要记，这是时间，这个时刻。人爱感谢天皇，伊实施的这个明治宪法，让个正经成为永久不可分割的日本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这就是铁证。立功殖民，殖民了殖民地，人这铁证啊，主管的日本天皇，这嘛是啊，这嘛是熟悉啦。那这有希哈古跟希腊子，到底有啥无共？有希哈古。我用念的啦吼，你有为你家己无？你来检讨吼，你有要求别人无？
你有一直要爱别人的物件无？你有搁要甲当当当个当，甲对方当当作笑的无？空的，啊！你用条件来互相交换报酬。希腊子，日本天皇教咱台湾人的，教了后，了后伊是虾米人？伊拢为了别人来设想。你有为了别人设想无？拢要求家己自我反省，你有无？来过来，节制所求。你有贪念？有啊，有贪念啊。你有节制自己的贪念吗？有节制吗？教育，你受教育，你在做什么？我台人帮会哦，你看台人，高知识分子嘛，有人在台人帮会呢。无私奉献，你有吗？我告诉你，在大日本统治台湾的那段时间，台湾人都是这样哎。啊，中国人呢？有时候现在的台湾人都是这样呢。啊，咱民进会政务官要安怎做？坐这，坐这。所以人爱安尼啊，台湾爱恢复咱大日本迄阵安怎来教导他们的人民嘛？所以你政务官要用的也是这个方法吗？李登辉终于讲出事实了，日本才是我们的祖国。一个没有爱惜我们的一个政体，你会为他去征战吗？日本天皇爱惜那时的大日本之下的台湾，也就是也是日本人，台湾日本人，我们才为天皇效命。二次大战那时台湾嘛是有征召去打仗的，为日本天皇效命。哪里？你今麦为迄个马英九去效命吗？会袂？为啥要为日本天皇？今麦原因知影无啊？有希腊古跟希腊子知影无？我告诉你，日语可以希望赶快学多一点啦。但是刚刚那两句吼，平假名一定要记起来了。你要把希腊子记在心里。我要教导我的人民，教导我的事务官，叫我周遭的人要卓越来自于关怀，对不？安尼你得成功做一个成功的主管啊，无你在惊什么？啊，你克制自己的所求嘛，很多人讲欲求贪念嘛，你都袂叫迄个中国人设计的嘛，我咪惊呢，你知不？所以我在民政府三年以来，我都一直在想方法，就讲我到底我有会资格做摘雕。有迄能力要去做一个政务官无？我唔是去要当头路呢，我唔是要去做官呢，是讲是做官啦，但是我唔是迄种中国人迄种官呢，我是要做西洋、澳洲、美国迄种官呢。啊，我有知着，一挂小人一挂对反小人要安怎呢？我都还袂做官了，叫用掠去台的，掠去钱要安怎？爱想方法啦，你的地位、你的思考，啊，比人遐的人搁较悬呐。我搞都唔甲你讲。你安尼甲你 push 伊个电位传到西了嘛？西去顶传阁有无？阁有啊！伊就一直传落去啊！我咧教恁方法，你知无？即我研究出来呢。我无有恁一张白纸，我拄仔来嘛是一张白纸，我就会晓想，就是思考。所以我有即个题目，即个演讲，我感觉真好诶！我家己嘛咧思考，嘛咧进步。我较早拢无学过哦。这是我来人民政府了后，我有家己一套来看人别人做诶。就较早头脑咧教。就是因为来民政府了，我就去想，我甲都甲你讲，我就去想去思考，袂再乱想哦。就是我的结晶啦。啊，过人时事有发生，再把我们的法理，再把我们一些思考，把一些现在的政策都把它结合起来。啊，你有啥物好的物件提出来吗？记得，日本是我们日本台湾人的祖国，不是中国人哦。日台要携手合作，哈。我跟大家说，赶快嘛，这是国际法嘛，已经证明我们是日苏美战了。我这简单讲一下，我说这三条，请你记起来。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gadonis。这个 Japan 就是 Japanese government， 就是这个政府。跟 Emperor of Japan， 我已经没有下 Emperor of Japan 哦，你放弃的是这个管辖权哦，
主权是这个字哦。哦，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澎湖有处分权、支配权，这个是四 B， 这二 B， 美国为主要占领全国二十三 A， 这三条讲安怎你拢爱记起来，哦。啊，过来吼，咱阁剩五分钟，我来看这個，这第三个，看这个，这个袂见晓的，伊摕迄个什么日本降书在要等，你若无这个美国参加盟军，你倘好你讲你要拍赢。你是战败的战胜国呢？你倘若讲提迄个日本降书在那边等，你讲还有其他的什么文件？不是只有一般，你其他的这些文件也是美国人什么波茨坦、什么什么开罗会议、什么日本降书，这些文件都是因为你是盟军，美国主导给你的。你还有什么文件？那你其他的文件，你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你有提出来不？你有在了解吗？英九，你去，你这个吼日本降书，你甲提旧金山合约，你去等，你有在了解等我看。无你等这创啥？你袂见晓啦！你家己怕呀？你笨吗？有太平洋战区跟中国战区呢？你中国战区你叫人怕去重庆避起来呢？那全部人去怕你伊个共产党呢？你太平洋战争是美国赢呢？啊，美国赢，你这全部的战争是要结束？结束你就是要有一个仪式嘛，在中国战区要有仪式嘛？你是去站到边呢？你哪来你的赢啊？那好意思这么亮这个？啊，不，你给美国动作啥？那无美国你会赢？啊，讲这种中国人拢全这种袂见晓，你知无？那不会检讨自己。啊，但媒体这边啊，台湾人信个信，信个信。旧金山和平，你有去信无？我们还剩下大概两三分钟，我大概讲一下开罗会议啦。这个是会议的格式，这个是条约的格式吗？马英九说开罗会是条约啦，条约是最高层的，会议是最低的，简直还没有什么效果。伊这讲啥讲吼？因即迄个开罗会议，伊讲吼，叫即个日本吼，在1914年就爱甲因占的太平洋小岛拢吐出来，我讲你要吐出来。你即马在即马在正咧开会呢？你即马讲到三十年前，人占的土地，你讲人家的拥有，因为也有一战争有一定的规格嘛。人家拥有的岛屿，你可不可以孝顺？国刚刚甲午战争，国三十年前，你也要甲台湾硬去给中国？你敢要这话理？你讲你就讲你占的利益嘛？啊，你国较好笑，你在战争当中，你好意思说你要分东西？你无的物件要嘛共分？吼！台湾已经是日本建造的完整的主权嘛？人家是大英帝国的嘞。啊，你讲要海，你是咩啦海？你讲饕餮 ，historate。我跟你讲下关条约咩饕餮，搁都讲条约，大家看到无？奈讲饕餮，伊这根本就是无合理的公法嘛。这个 restorate to build the public of 这个 China 嘛。你啊讲起条约，伊要 set to。你不 accept to 啊？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后面说日本这个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伊后面没有说我要割给谁啊？你那一点讲台湾是你的，是莫名其妙。所以大家爱怎样讲？伊这语言内边的讲的是啥？我们要讲啊，开罗好条约，讲哎、欸、什么开罗条约，什么什么开罗什么哎，那边讲要好迄个中华民国，讲台湾没有中华民国，一派胡言。旧金山和平条约才是台湾未来的国际地位一个依据。吼，今嘛只要存几分钟了，吼，我甲大家讲一下，吼，就是这个五，吼，我们的战争法来自依据是来自这个。好，这个媒体你要注意了，吼，这个再上网去看一下，吼，因为这没有时间讲。我今嘛要来讲的这个，就是说日苏美战今嘛是咱唯一逃生的，未来的逃生的。好、哦，一个国际地位一定要大家要了解清楚。我今晚讲这吼、個，你不能够让秘书长这么辛苦在背负了这个使命。大家拢是爱去拍拼，唔要想讲要求后开啦，想要得好处诶，甲一个人那么安尼。所以你也要有一个绩效显现出来。吼、哦，你要怎么去管理？你要当政务官，要怎么去管理底下的下属，都有一套的方法。
请你可以打我的名字，然后上网去一个一个去看了。我以前在台北做有讲的，那他是素人，我们也是素人，他可以做，为什么他可以做？他有 idea， 他有头，跳跳的头，一个有伊的迄个后壁，因的迄个智囊团，你嘛爱有，伊也会使，为什么咱袂使？懂你们咱嘛会使？这是你的船，这个舰长，伊在接收这个舰队，也在里面乱操操，衣衫不整，没有纪律，两年之内就把他们弄得 OK。因为这是我们的船，台民政府，这是我们的船，吼，我们生死与共的船。我相信我们台湾民政府也能够在两年或是五年以内把台湾管理好。我希望我们跟这个舰长一样效法他，你可以上访去看他们怎么去治理。我希望你去了解，你不是在等工作，你是在当官哦，不是哦。你要想你要怎么去把你的以后在政务官你怎么去管理你的下手人，有时哈骨跟希腊子，你要选多一个希腊子想好吼、哦、啊，人要吃饭啊，搁加两分钟，拍摄我今天你讲到这，啊，若无讲完嘞，上一次的影片这个部分可以再听一下。好，谢谢，我今天讲完了，多谢。